各位观众早晨，欢迎收看环球追踪的直播环节，我是钟慧欣，先同大家跟进翻外围方面的表现啦。美国因为是劳动日假期，金融市场休市，欧洲股市方面向上的，因为美股休市，加上投资者仍然评估上星期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对加息时间的启示，市场是趋向观望，成交相对淡静。至于数据方面，欧罗区 Centex 投资者信心指数由八月的 18.4 下跌至到九月的 13.6， 创了两个月以来最低，亦都低过市场预期的 16.1， 主要受到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放缓所拖累。咁見到倫敦富時100指數啦，係上升31點，收報6074點；法蘭克福 DAX 指數上升70點，收報10108點；巴黎 CAC 指數上升26點，收報4549點。至於油價方面，國際油價係偏軟，數據顯示十月的北美原油產出升至到去兩年的高位，增加市場對全球原油供應過剩的疑慮。見到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在每桶47.76美元，下跌了1.98美元，跌幅有3.7%。另外就見到匯價方面的情況啦。咁就美元對主要嘅貨幣匯價啦，係個別發展。日本同埋歐洲股市向好，投資者對風險興趣增加，美元對日元以及咧就係瑞士法郎都有支持噶。歐元對美元咧就係靠穩。咁就對港元方面報7.75，日元119.39，歐元1.1166，英鎊1.5278。瑞士法郎報0.9747，加元1.33，澳元0.6947，紐元0.6261。咁外圍嘅情況先跟進到呢一度，以下嘅時間交俾 Tracy。唔該曬 Janet， 呢一節嘉賓我哋請嚟 Wafi 同我哋講下外圍嘅情況㗎。Wafi 早晨，早晨。先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就係港股係競價時段嘅表現啦。咁就見到競價時段嘅時間咧，恆指係高開53點，升幅係接近0.3%，係報20636點嘅。外圍方面啊，頭先 Janet 都有提到啦，因為美國勞工節假期嘅關係啦，所以咧美股係休市嘅。外圍嘅焦點咧就係下個星期啦，就會係講美國聯儲局開會議息啦。咁大家都係繼續係留意翻美國呢一次會唔會加息啊？但係與此同時咧，大家都要唔好忽略一件事啊，就係月底嘅時間啦。美國又會去再傾就係債務上限嘅問題啊。奧巴馬又再一次係呼籲國會咧通過呢個債務上限係批准嘅，避免去再發生咧就係國會停擺嘅一件事啦。咁同埋都見到啊，格林斯潘啦，即係之前嘅美國聯儲局主席啦，佢都講過啊，其實貨幣政策咧佢唔覺得係影響咁大，反而財政政策咧先係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啊！咁啊，佢話如果唔解決財政問題嘅話咧，貨幣政策都係無所用處啊！咁佢就話咧，其實財政問題咧就係困擾住佢哋一啲醫療嘅開支啊，同埋各方面嘅一個政府嘅開支都帶嚟一個經濟嘅隱憂啊！Wafi，你覺得嚟緊月底呢個 issue 啊，係咪都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咧？嗱，當然啦，你話真係真係啦，越到即係嚟緊月底咧，就係九月尾啦，咁又係真係美國債務上限嗰、那個即係所謂到期日嘅因素啦。咁啊，當然你話以翻即係呢個事件上講咧，大家比較叫做真係有記憶嘅，可能都係真係早兩年嘅時間，一嚟就成日嗰陣時好似講到過唔到，提高唔到上限，令到就有個即係違約啊，或者係要停嘅一個風險存在啦，甚至乎就好多評級機構調低啊美國評級啊各樣嘢啦。咁啊，當時的確呢件事咧就係一個好大嘅關注點嚟嘅。咁但係你話去到呢刻嚟計咧，其實個關注點仲大唔大咧？當然咁樣講啦，唔係話完全冇一個重要性喺度。咁但係明顯地個市場個焦點咧，我覺得就唔係話太擺呢方面度，反而真係擺喺頭先 Tracy 講嘅，譬如下個星期聯儲議息或者之後幾時加息呢、這個睇得比較重要少少。因為點解話今次嗰、那個即係？所謂月底嗰個債務上限到期呢個因素睇得冇咁重要咧，咁樣講啦，雖然你話呢刻就開始見到奧巴馬又再呼籲翻國會就即係
即係得意啲講，唔好話搞搞震啦，即係比較容易啲過啊，提高翻個上限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雖然係呼籲緊啦，咁但我相信今次過關嘅機會性其實都係偏高嘅，因為咁樣講啦，其實以往特別早兩年點解個別嘅即係黨派可能會阻住呢方面去做咧，而令到真係要個即係所謂停工嘅現象咧？明顯地都是一些所謂政治的籌碼或者伎倆，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以翻真係去到呢一嚟計，如果即係無端端你話真係其他方面，譬如美國經濟都開始好翻啦，好多嘢都可以開始叫即係收翻啦，甚至乎都可以加息啦，講到行呢啲嘅步伐嘅時候啦，咁如果呢下喺個財政嘅問題上邊咧係搞到咁混亂嘅話啦，咁嗰個嘅譬如黨派或者個人一定係孭起呢個重擔，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完全咧都會阻到咧，就係譬如下年咧美國方面個總統大選嘅，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依番咁樣講啦，就住下年嚟計都有個真係叫總統選舉喺度跟尾嘅話，或者大家都想攞多啲籌碼或者攞多啲即係把握嘅話啦，咁唔敢話搞彎嘅，即係我覺得佢可能會係又會拗咯，咁但係去到嗰個所謂時間或者死線嘅時候咧，我覺得又唔會揾阿志搞彎咯，咁所以變相今次嚟計咧，我自己覺得過關嘅機會性係高嘅，咁從而咧對美股或者對成個大家對美國睇法嗰個危機性咧，我覺得冇話早一兩年咧咁重咯。Wafia 另外咧都頭先提到下個星期咧美國聯儲局就會議息啦。咁上個星期咧就係公布翻個就業數據啦。咁啊市場上都話啦個數據差過市場預期。另一個咧就係聯儲局去加息嘅一個 benchmark 去考慮嘅話咧，就係通脹嗰個因素啊。咁今個星期五咧都會公布翻美國八月份整體嘅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呢個係一個上游嘅通脹數據，其實都可以顯示翻咧美國而家通脹個情況係點樣。因為油價都是徘徊在一個低位，還有美元走強，會不會都預期呢，即是PPI 數據不是那麼好？是，其實依番真係美國嚟講啦，除咗頭先講嗰啲嘅，譬如債務上限啊嗰樣之外，或者係即係議息之外啦，咁當然最根本嘅問題都要睇翻就係個數據啦。因為你話能唔能夠加息都係睇翻數據點行。咁而不斷都講啦，數據上講嘅即係特別參考加息嘅一個即係指標嚟計咧，就係通脹同埋就業啦。咁啊，的確上個星期出嘅就業數據咧，其實係叫做好壞參半嘅。你見到 non-farm 咧，之前都講啦，閉份可能比較波動。咁而的確出嚟嘅數字啦係曳嘅。咁啊，雖然你見到失業率方面係好似進一步下調啦。所以變相令到大家之後嚟計咧，其實對加息睇法咧都好難做到個即係定奪喺度啊。咁所以變相都淨係咧需要睇埋就係嚟緊譬如通脹嘅指標啦。咁而今次嚟計咧，禮拜五就出翻頭先即係 Tracy 講 PPI 啦。咁啊呢個的確係一個比較上游啲嘅指標。咁而咁樣講啦，以翻暫時嚟計，特別個 PPI 嘅年率啦，今次預期翻按年係跌大概-0.9% 嘅。咁變相都比可能之前個數字七月份咧係更加之即係進一步轉弱。咁如果以翻即係通脹嘅指標都越嚟越係負得緊要嘅話啦，咁即係變相通縮壓力都依然存在，咁所以正如之前都講啦，就係通縮嘅壓力依然要面對嘅時候啦，我相信今次你話九月份議息機會性其實唔係咁高嘅，咁所以我相信有機會可能睇多幾個月先啦，特別你話睇下年底嗰次啦，睇下先至有冇機會係稍微加息咯。好啊，明白，多謝曬 Wafia 你分析，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有開市錦囊，陣間再同你講下內地嘅焦點市況，陣間再見啦。